四海八荒第一角色，青丘帝姬白浅上仙，化名司音，投身战神墨渊门下。青丘，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你再锁上七万年。天下封印，除非是墨渊复生。9月24日晚间10点至12点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再结仙缘。